会越来成藕粉了。这个是颗粒状的藕粉啊，我今天冲稠一些。这个你随便拍一罐啊，就给你赠杯和勺的，不用冷水加稀释啊，直接加滚烫的开水就可以。给它这样直接搅拌，搅搅搅，前面可以慢一点啊，到后面就给它加速。这个坚果还是特别多啊，它一罐是500克，你随便拍一罐，它就赠这个杯子和勺子。冲好了，坚果特别多啊，你看一下，这坚果特别多。这款藕粉的话可以代餐的啊，太烫了。